应该大家可以用那个手机，可以那个信号，或者手机。
一抽的话呢，我
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。请一，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。请一。
请不要靠近车门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.
请企稳及紧握扶手，切勿在电梯上走动。使用扶手电梯时，请站稳并紧握扶手，不要在电梯上走动。When traveling on escalators, hold the handrail, stand firm, and don't walk.携带行李或是大型物件的乘客，请不要使用扶手。请问他跟我们，请不要靠近木门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.